地政府当初前呢来处理面对武汉肺炎防疫的同时，可否认插之跳起摆邀请的当地的研究新型冠状病毒的医疗科技复杂来分享成果。还有复杂提出当地的吃用抗杀毒的血清用途禁忌无就暂避的治疗，有不要得成果，可否加美讲哦？政府应该加快来成立专门负责的研究小组。卫福部先前是宣布，我国已经新冠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的病毒株，还有希望在五年内做出疫苗。国内没有科学家懂得感染发抗体到治疗的药物。目前我们的生产的抗蛇毒血清已经供应国内好几年了，那这个技术非常的成熟，所以呢，我们未来也希望可以利用这样的技术呢，来生产抗病毒血清，来应用于所谓的紧急或者所谓的战备。现场包含台台、千台学者、老贵妇人、中安人、三科公司领导、三观学各界的代表，针对病毒感染方式、抗体疫苗研究各有专长。看起来国内一等一的专家都集中得了。不过科学院杂志讲，其实两个大家跳入白相互交流。现在台湾展现的是非常成功的防疫跟管制的方面的成果，光这个是不够的，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抗争，需要有非常不一样子的科学进展，才可能克服今天的问题。就算我国还是没半年难入世界卫生组织，不过前多专家学者做相关的研究，有前好的成果，完全不受影。所以科学家记得要呼吁政府加加建立专职管理单位，每十几头年那么叫经费，加加研发武汉肺炎的疫苗了治疗的药物。下加新闻，请用准速回线特别报道。